在地人在地前来看草屯，草屯这个北投国小推动彩绘调查的活动已经第十档啊，举办的结合社区大埔社文化设计图，经过超过四个月成长期，总算会使挂，然后带这学生囡仔做饭员吃挂条饭。囡仔家都挂来条啊，放伫机器，经过啊个月了后，即马总算会当收档。很好玩呐、啊，因为那个。的时候会吵到，会出现很多虫虫，然后我都会把那些虫虫抓起来。学长姐收割的米啊，然后用来做饭团，觉得很好吃。结合家乡重要的稻米产业，草屯镇八道国小推广彩绘稻仔产的活动，利用无共色水的稻仔，呈现社区大埔社的文化。跟社区来做合作，就是单埔社。那我们希望孩子哈，借由这个图腾哈，知道说北投这个地方的一个历史缘由，然后发展。学校安排一系列的相关课程，要带囡仔实际学习落实市容教育的理念。